今天继续讲山石的画法。这个今天画一张这个水墨和颜色结合的山，我用一支比较大的画笔来画进去。大家知道这个山水画的基本上是由这个浅绛山水，还有浅绛就是颜色比较淡的，重彩的呢就是青绿山水，所谓青绿山水是重彩。这种色墨结合的画法呢，是这个在浅绛山水和青绿山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比如现在的山水画大师张大千先生的泼彩，挑赭石颜色，第二层山。赭石里边有一点墨，原来刚才蘸墨的那个笔，这样的话有一个折墨颜色。下面再画远山，用这个蓝绿颜色。